大家好，这里是凶证同事，我是小方。前段时间呢，一直因为咱们一些客观的条件嘛，又是停水又是停电或者就是下暴雨，所以说这基本上快半个月了都没给毛孩子们做一顿好吃的。今天呢刚好趁着有水有电，然后也不下雨，虽然说天气热了一点，但是毕竟这么长时间了没给他们做吃的，我和小刁商量一下，今天就赶紧给他们做一个丸子。咱们不过今天做这个丸子跟咱们之前做的可能不太一样，之前呢都是蒸的，今天我和小刁想给他们改改口味，就是做一些煮丸子，就像之前咱们吃的那种鱼丸之类的，但是咱们是用鸡肉给他们做。这会儿呢柴已经捡回来了，就准备给他们把肉给打碎，然后就准备下锅。看似给毛孩子们一顿简单的加餐，但是足足用了小陈我们一下午时间，从起锅烧火然后到做好，足足用了是4个小时，我们下午2点钟开始的，到现在本来是给他们煮丸子的，但是丸子煮完之后呢发现好像不太够的样子，后来又给他们加了点鸡胸肉，又煮了点鸡蛋，这个应该是够他们吃了。这会儿呢咱们就把狗粮给他们拌上，然后给毛孩子们喂一喂，这一顿呢他们应该是很喜欢的。这一下子时间反正是小条我们俩也是饭没有停过，毕竟是夏天，真的给他们做的饭实在太不容易了。这会儿给你喂吧。嗯，玩鸡蛋宝宝让谁吃了？狗啊。让谁吃？看谁呀。让姥姥吃。嗯。还让谁吃？还让唐圆。还让唐圆吃。还让谁来那个黄狗留着了？机器人。嗯。